政部警政署卸任新任署长交接典礼，典礼开始，走人。4年9个月这么长的时间，为台湾的治安做出了重大贡献，非常辛苦。我们的陈家清陈署长即将要接任我们警政署大家长，我们的黄明昭黄署长要秉承着陈家清署长打下的基础，继续为我们警察同仁，为我们台湾治安努力打拼。新任署长请就位，主持人不达命令。命令奉行政院111年6月29日院授人培制第111302717190号令核定黄明昭调派内政部警政署署长，中华民国111年6月30日交接印信。